怎么样，还合你的口味吗？会不会有些甜？那就好。我只会做一些简单的烘焙，算不上精通。我并不是无所不能，只是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格外上心一点。你是问我最近对什么感兴趣？你难道不知道答案吗？那你对我真是太不负责了。稍等，你嘴角沾了东西。好了，不好意思，看到你嘴角有东西，忍不住就冒犯到你的话，我道歉。那就好，点心好了，我去拿，乖乖等我。怎么了？不想自己看，想我读给你听？那坐到我身边来吧。是从这里开始吗？人会用一分钟的时间去认识一个人，再用一天的时间去爱上一个人，到最后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忘记一个人。什么？只是在想，如果是我的话，珍惜眼前的事物不是更好吗？比如此时此刻就是我想珍惜的一切。怎么了？你的脸怎么这么红？好了，只是一个小小的感想而已，我们继续吧。